你当时开车速度快吗？有点快，因为我根本没看到王川扒在后面。你为什么不看后视镜？我当时太着急了，所以没看到。你为什么着急？是不是因为担心王川打你，所以想赶紧离开？反对。审判长，辩护人用暗示答案的方式进行发问，有诱导之嫌。辩护人，注意一下你的发问方式。王川怎么掉下去的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当时完全没有察觉到车头上还八个人。也就是说你并没有亲眼看到。是。审判长，我问完了。由控辩双方进行举证质证。审判长，我们要求播放一段侦查实验的视频，并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林兰出庭做实证。准许。审判长好，请坐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根据停车场的监控视频，我们做了侦查实验。受害人王川在皮卡车后备箱上曾经大声地呼喊过救命，这一点唇语专家可以证明。我们的侦查员发现，只要呼喊救命的声音超过了50分贝，那驾驶室里面的驾驶员就可以清晰地听见。人们平时说话的声音在40到60分贝，大声呼救的时候声音会远远地高出这个值域。所以你认为方威明明听到了王川的呼救声还发动了汽车，主观上存在故意伤害的行为。是的。审判长，我问完了。审判长，我方也有一段实验记录视频，请求当庭播放。同意。我相信各位应该已经感受到了，发动机的噪音轻而易举就可以掩盖掉人声，这就是我的当事人方威在驾驶室内的情况。为了获得更佳的驾驶体验，方威已经将肇事车辆进行了改装，可以将发动机的音浪直接导入到驾驶室内。案发时他根本听不到王川呼救的声音，因此并不存在故意。我说我的山峰大哥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电话没一个，微信也没有。行，我空了到时候请你吃饭啊。可以，一定啊。啊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林专家。宋律师，你不用这么客气，你叫我林兰就好了。刚才不好意思了。你做的挺好的，你这儿要给王大志打辩护，还要兼顾其他案子，挺辛苦的吧？都是工作，也有工作上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多交流。哦，我就是挺好奇的，这王大志就是一个普通的保安科队长，他怎么能请得起你这样大律师啊？恰好呢，他是我们客户公司的保安，这也算某种意义上的员工福利吧。这个案子也可以多交流。我是技术人员，不是承办人，你有什么事直接找赵处就行了。明白。我听说远浩现在是你同事。你认识他？是很好的朋友。朋友？你再等赵处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Thank you.
宋律师，现在这个案子已经很清晰了，你大概率会判无主尸体罪，在里面好好改造，也算是个盼头。我不想坐牢啊。到了这一步，无罪释放是不可能的，法律就是法律。彭全家柜子上有一把钥匙，柜子里有东西。赵叔，我想申请去王大志老家一趟，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这彭娟是王大志的前妻，又和陈青关系密切，我就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直觉。我们什么时候靠直觉办事了？去了以后别光靠直觉，时刻谨记介入而不干预，引导而不代替，监督而不越位的原则。好嘞，谢谢赵处，走了。你这个小破车也不行呀，开这么慢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不是也跟我来的吗？哎，师姐，徒弟都已经跟我交代过了，一会儿我就负责询问，有什么技术层面的事儿，就拜托你们二位了。没问题，走。走。你好，大娘。王大志家住哪儿您知道吗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哦，我们是公安局和检察院的。我不管。哎，喂，想欺负我没那么容易。你这个老太太太不讲道理了，我们是来执法办案的。我管你是公安局还是检察院的，别想骑在我老太太头上拉屎。你们乱抓好人，你们屈打成招，我不能好死。喂，走，喂，我们不是来问王大志的事情，我们是来问彭娟为什么和王大志离婚。他是个不下蛋的鸡，我不知道。走吧，问不出来。问你一些事儿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检察院的。我想问一下，您知道郑老太太他们家的事儿吗？你们先是要去郑老太太家，现在又要调取彭娟的病历，如果再查不出什么来，可就不好办了。是，我明白。跟着老太太精神状态不怎么好，在她身上也查不出来什么证据。但是他说过一句话，我还觉得挺在意的。什么话？他说这个彭娟是个不下蛋的鸡。你的意思是，有可能因为彭娟不孕，所以王大志才会跟她离婚？很有可能，而且陈鑫在死的时候已经怀孕。下班时间，我们不都说好了不互相打扰吗？哎，我觉得那个案子我有个疑点。我今天啊跟村里面的大娘聊了一下。门在那儿啊。哎，你先听一下我的录音，我真的要跟你讨论一下。我不想跟你讨论。哎，
明天我会把这个门锁起来，请你以后不要随便来我家，行吗？喂，赵处，是我。我想重新勘察彭娟家的皮革。彭娟店里的所有皮子样本都在这里了。彭娟病历显示，5年前有一次流产手术，当时已经怀孕22周了，流产对她的子宫损害很大。医生说，彭娟想要自然怀孕的几率可能很小。她和王大志一直保持这样的关系，得知陈星怀孕，可能心里受打击。做出什么过激行为也是正常的。小鹿那边正在查彭娟还有王大志的消费记录，过去看看。行。这是彭娟半年前在医院的消费记录，里边有一笔流产的手术费用。她怎么可能流产？而且她病历里也没有呀。病历里确实没有啊。可电子消费记录是抹不掉的。二叔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半年前流产的不是他本人。肖萌萌，你拿着消费记录去找一下涂队。好。哎，小鹿子，彭娟进出货的记录你查了吗？必须的。千金，我给他们查了个底调。好，那赵楚，我先走了。去吧。实验结果怎么样？这根皮子是所有皮子中吸水率最高的，从彭娟那儿拿的，交易记录也呈不出来了。好啊，那咱们建议搜查吧。已经到现场了啊，技术人员都过来了。好，赵叔，咱们走吧。好，冯娟。我们怀疑你和陈鑫的死有直接关系，要对你进行调查，我们会做全程的执法记录。之前不是都已经调查过了吗？这是搜查证。李队，宋律师，赵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来给我当事人做证人调查。既然你们有事儿，我也不方便在这儿，我先走了。赵叔，咱们进去吧。你也参与这个案子啊？是啊。李老师，行了，不耽误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行。皮革缩水率这件事儿，陈鑫是从你这听到的，对吗？
是陈星缠着我问的。我之前不是都跟你们说过吗？当时你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就随便给他做了一根。但是在你的购货记录里，这张皮子是你单独购买的。我可能记错了。我做皮具生意的，我单独进一块皮子，不犯法吧？这个人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不认识他，你为什么给他做人流手术的钱？我们查到了，这个女人就是王大志的情妇，而且拿到了他的证资。他的流产就是因为你嫉妒他，你推的他是不是？事后，你还陪他去了医院，对吗？那是他胡说。你不是说你不认识他吗？我刚才就是。刚才就是紧张的我忘了。我问你，陈鑫自杀的方法和工具是不是你提供的？不是我，你不要冤枉我好吗？带走。他那个儿子王大志也不是个好东西，整天打媳妇儿，怀孕都五个月了，活生生的让他给打流产了。哎，这个彭娟就落下病了，再也怀不上了。你的网页日记清楚地记载了你想借陈鑫的死拖王大志下水，说说吧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王大志，这是一个人渣。下不去手，所以你就利用陈鑫。我恨陈鑫，我恨所有能为王大志生孩子的女人，我再也不能做母亲了。但是王大志还可以做父亲，为什么？你是怎么想到教唆陈鑫自杀的这个办法？我没有教唆，是欣欣自己想自杀的。欣欣跟我不一样，她有自己的主意，可是再有主意，也架不住王大志会哄女人。来看这里，看这里，靠近点。刚结婚不久，欣欣就发现王大志吸毒。一开始，王大志还愿意花时间去哄去骗，但是一两次之后，他就没有耐心了。欣欣，王大志就会放过我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那个破皮具店，就是他出钱给我开的。不过有了欣欣之后，
我多少能少吃点苦头。我一直到星星要逃走，我就告诉了王大志。王大志就打的更厉害。后来星星跟我说她怀孕了，但是她不想生下王大志的孩子，所以他自己就有了自杀的念头。他找我来商量，让我给他出主意。我想了好久，觉得这可能是个机会。本来以为王大志这一次死定了，但没想到你们还能查到我呢。陈心他这么信任你，但凡你有一次真心想帮他让他报警成功，你们两个人今天都不会在这里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你知情不报，主动提供凶器和方法帮助他人死亡，已经涉嫌故意杀人。是王大志太狠了，除非王大志死。你如此漠视他人生命，纵容犯罪，你还敢说你自己没有罪？其实你一点都不可怜，因为你没有一点人性。有什么发现吗？这里被人动过。林兰，看看谁回来了。老周。老周，好久不见啊，丫头。听说你在这儿，特意过来跟你打个招呼。嗯，你们俩认识啊？我们在省里就是同事啊，这是人才。哎，老周，那你这次来，你们发现的那个锦盒里面有可能是14年前被盗的国宝青花缠枝莲纹方品。这件案子啊，以前就是老钟负责的，他一听说这事儿，马上就赶回来了。这还是我进检察院参与的第一个案子，哎，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助理检察官呢。这件文物是国宝级文物。各部门非常重视，当时就成立了警检联合办案组。公安负责办案的就是你的父亲。嗯，哦，对了，老周，现在还需要查一个人。谁呀？宋白宇。宋白宇？宋白宇是王大志的辩护律师，今天出现在现场有点不正常。对，我们发现瓶子的时候，旁边有个东西刚刚被取走，而且我看见宋白宇走出去的时候，他那包里鼓鼓囊囊的，很是可疑。
哎，那这样吧，庄叔，我呢尽快跟土队沟通一下，林兰抓紧做同一性鉴定。元浩，哎，你准备一份材料。好，我也马上找专家鉴定一下那个瓶子。好，回头再聊。好。没事，别紧张，我们是韩江市公安局的，找宋律师了解点情况。宋律师，李队，你怎么来了？咱不刚见过面吗？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歪了？是我当时案子有什么新进展吗？不是，我这次来是另有一件事儿要请教宋律师。啊，坐下说。不用了，彭坚家就是一件东西，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案情。你今天带去现场的公文包，我们需要例行检查一下。啊，我们不是在怀疑你，只是希望你能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。宋律师，彭律师，请进。宋律师，哦，想麻烦您点事儿。皮带坏了，能麻烦你帮我修一下吗？啊，这个还得找配件，可能需要久一点。没事，我有时间。随便坐。当然，如果宋律师你不方便，我也可以再回去申请搜查令。李队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啊！感谢。这地儿不错啊，哎，这个就是你今天带去现场的公文包吧？我能看一下吗，宋律师？可以。宋律师，这么好的包，用来装花生？个人喜好。有品位。宋律师今天换过鞋吗？需要提取一下你的鞋印。弄好了，宋律师。哎，宋律师，这个保险箱我能看一下吗？
老板，客人怎么办？8块钱一斤。给我来20块钱。好嘞，稍等。给您花生。好。这些文件就不用看了吧。可以了，谢谢。还有什么要看的吗？不需要。多谢宋律师你的配合。我送你。不需要了，宋律师，您留步吧。慢走啊。我已经拿到了。
冲破了迷雾，真相在眼前。